今天是居家隔离的第10天，给大家做一个炸酱面，买了这个黄瓜，还有叫什么来着？面酱。这个叫什么？这个蘑菇是吧？蘑菇。我去洗一下它们。洗菜的时候戴上这个手套，不会伤手。先洗一下这个黄瓜，洗一下这个蘑菇，非常的大。摘一下这个蘑菇，把它摘碎了。菜已经准备好了，黄瓜、大葱，还有蘑菇，就等待大厨去做饭了。厨给大家做饭吃，大厨一脸不高兴。你不要拍我了，你给我拍的都不上镜。大厨说不上镜。那吃上什么饭呀？先调个酱，对，甜面酱。你可以在这边拍，这边能看得清。这边能看得清。那边你就别拍了。为什么呀？那边。你呀。你怎么放那么多酱？两个人吃也不能吃完了，这酱不花钱呀、啊，这么贵，多少钱一袋？2毛。两毛钱一袋，2毛钱你能买什么？现在你门都进不去。2毛钱一袋，你帮我拿一勺。这什么酱啊？就是那个。拿。六月香。这种。真香，真好吃，闻着都香。拿个小勺子。咱们为了反映真实生活啊，那真实生活也不要那么，把自己弄成小傻子一样，还吗？你说啊，就这样平常，那怎么办？那你的意思就是我就是这么傻呗？嗯。蘸点酱，哎呦，闻着都香。嗯，把这个做好了，把这个蘑菇做成蘑菇渣了，切葱。那是蘑菇丁。蘑菇丁。先给大家做一个炸酱面，特别好吃。炸酱面。面汤已经做好了，炸酱面非常的好吃，给大家看一下。OK， 我先吃饭了。